这个是庄心妍所有的个人资料，她的家人、她的童年玩伴、她亲近的人和她憎恨的人，还有七岁后她在海外生活过的每一个国家、每一间学校认识过的每一个朋友，你都要记清楚。当然还有她的生活习惯，她最喜欢吃的东西，从来不碰的食物，最爱的音乐，和她精通的商业类型。 和各国语言，你都要一一记清楚。怎么可能啊！我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记得这么多的东西？你必须醒。在庄家和蓝海一星这种极端风险、极端利益的地方，会有无数只眼睛紧盯着你。如果你不小心露出一丁点的破绽，被别有用心的人看穿了你的身份，等待着你和我的，没有生，只有死。听懂了吗？ 那你的目的又是什么？做好你该做的，不要问不该知道的事情。 你拿着这种东西，是想直接告诉别人，你根本就不姓庄吗？不是，我只是……我再说一遍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庄心妍。庄心妍。 就是你！我到底都在干什么？为什么会答应回来？为什么要变成庄心妍？我怎么可能代替他，稳住庄家，成为蓝海集团的继承人？ 这么多血，就这样的抱紧你，就这样的亲吻你，就这样的陪着你的小任性，想和你去看流星，想和你修炼爱情的秘籍，无名指的意义就是我和你。 虽然你的心思偶尔让人捉摸不定，没关系，我有让你依赖的男友力。谁又说的情爱情的魔力？
主要向你靠近，这一次紧握双手，彼此心连心，感觉奇妙，让人不可思议。哦，别怀疑，这就是命中注定。Yes, I do。就这样吧。我就是好奇，所以随便看一下。你是庄心妍的时候，这些都是你的。我不会永远是庄心妍，这些也不会是我的。庄家、蓝海一星，全部交给你了。真的要成为庄家和蓝海一星的继承人吗？万一我出错了？又或者，我在胡思乱想什么？谁啊？这么晚。有什么事吗？怎么，你要进来吗？哦，现在时间是有点晚，那有什么事情我们明天再说。我们同居吧。我会在这个房间里跟你共同生活。24个小时，我们都会在一起。24个小时？为什么？你现在是蓝海和庄家唯一的继承人，必须24小时有人在你身边，保护和确认你的人身安全。并且，下周蓝海要召开股东大会，你还要补充一些行业知识，以免在那么多人的眼睛下，再犯下一些不小心的错误。我那次就是一次不小心，怎么记那么久啊？而且我们怎么可能在一起生活啊？怎么不可以？就只有一张床。你可以睡沙发、浴缸、更衣室或者地毯。你让我睡地毯？不然，你想和我一起睡？谁要和你一起睡了？怎么不可以？反正我们订婚了。谁说的？我们又没有举行订婚典礼。所以你是在提醒我，应该向庄家要求立刻和你举行订婚典礼吗？我才没有呢。对不起，老大，打扰你们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你可以当我不存在。你们继续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帮我老大搬家啊。搬家？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可是床头吵架床尾和。大小姐，对我们老大狠一点。啊？他从来都不会叫。
老大再见，老大晚安。蓝海一星所有的经营事务，你也都要记清楚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帮你。下周的股东大会，也不会让你有任何差错。哦。另外，你可以按照自己的生活节奏去生活，不用管我。你就在这儿睡啊？我不是其他意思啊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本来睡眠就很少，不用管我，快去睡吧。所以你是在提醒我，应该向庄家要求，立刻和你举行订婚典礼吗？从未感到孤单，因有你的陪伴，从未矢口否认，你是我唯一深爱的人。命运兜兜转转，化作无限期盼。起床。才6:30手彼此心连心，感觉奇妙，让人不可思议。哦，别怀疑，这就是命中注定。就这样的抱紧你，就这样的亲吻你，就这样的配合你的小任性。想和你去看流星，想和你修炼爱情的秘籍。红颜值的意义，就是我和你。虽然你的心
心思偶尔让人捉摸不定，没关系，我有让你依赖的男友力，谁也说得清爱情的魔力，忍不住也向你靠近，这一次紧握双手，彼此心连心，感觉奇妙，让人真的不可思议。